中国。哎呀，快走！别杀我呀！别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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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甜水期，好卡呀！哎呦，哇，巨卡！头哥瞬移啊，卡了吗？好了吧？我走上来，我走上来的时候是闪回来了两。都这样了，因为刚才黑色被人猴哥，猴哥要不要那个身份啊？有那个啥，有炸弹，哪呢？炸弹，哪呢？炸弹，炸弹！快跑，快跑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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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牛的！哎，但是我没看着 CAC 把我弄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轰轰是鹈鹕啊！哎。然后我刚才听见有个炸弹，我就往右边跑，然后轰轰跟我在下边，然后把我吃了，然后遇到你们大部队，然后给我跑出来了。那没啥起票呗，我没什么信息啊，过了。对，我往右边走的时候，当时炸弹起来往右边走的时候，当时是刁德一在后面，他没往的锅炉房这边跑。然后，但是我过来的时候就看见轰轰突然间爆开了，然后秀才就出来了，我也没看见边上是谁，动的手过。刁德一发言，首先秀才，我铁认你刚才说的轰轰为鹈鹕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。就是有人把轰轰刀了，然后你出来了，你没有提供信息，你不知道谁刀的，这个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你说你没看清楚。好，但我现在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你是踩着鸡腿报警还是按着报警呢？你怎么都不说呢？所以啊，我有一种可能性是轰轰为鹈鹕吃了你，你是狼，你的狼队友在旁边，直接赶快把他刀了，把你救出来了啊，当然还有一种是警长嘛，只是你描述的不够详细，我怀疑是你的狼队友把你刀出来了，因为你看没有死人嘛，对吧？我只是这么个怀疑啊，因为你的发言让我感觉到不是很正，但是我相信轰轰一定是鹈鹕啊，后面大家自己抿过。OK， 这一大波发言是的，轰轰是个鹈鹕，在锅炉房那个上面那个门口的时候，他这个时候把秀才哥转角卡了个视角吧，应该，但没卡好，吃掉了。这个时候我是走在前面，然后后面突然那个轰轰爆开，然后站出来个秀才哥，他旁边有一个朱大强，还有个谁我没看清，这是我能给的信息。过好，刚才发言，我是跟轰轰出生在储物间，然后烟换烟，茶换茶，真心换真心，他就把我闷掉了。然后我补充一下，秀才哥刚才没说的啊，那个鸡腿是能看得见的啊，应该是秀才哥他自己报的警，不是摊到的，因为我也被吞了，我是看到那个是有鸡腿的，好吧，过。好，那刚子说是有鸡腿的，那这个刀人的人呢，他大概率是一个狼，他不可能说是这么多人他混刀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都没看清。我说实话，我不在你们那边，你们把炸弹撇完就扔我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就在那儿啊，有没有人给我接个炸弹？我也不知道是谁刀的，过。不发言，那个炸弹响的时候呢，我看大家都往上面跑，我就往下跑，然后后面有刁德一，那个如果说，大家都没看清楚是谁开刀的情况下，那目前场上也只走了一个鹈鹕。那我觉得这轮咱们是可以弃票的啊，过。甜水期发言，跟着刁德一还有大强后面在跟着他们跑，因为有炸弹嘛，我也觉得可以弃票，因为走了一个鹈鹕，过了。不能弃票啊！我觉得刁德一的发言是有问题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。刁德一发言，刚才他说秀才，你可能是你被吞了，然后你旁边的人把你刀出来，那他是狼。就他的意思就是秀才旁边有狼队友把秀才剖出来嘛，对吧？那秀才为什么要派警呢？那刚好后面但是秀才有一点确实没聊到，是后面刚子说才说的，因为刚子也被吞了，那我只能说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刚子是没有说话的，要不然秀才肯定知道他自己和刚子都被吞了，对不对？但秀才的发言明显不知道，所以说其实刚子也未必是好人，可能是狼被吞了就沉默不语，所以说我觉得对比下来，我觉得反而刚子更不好。
那刁德一这个怀疑也有他的道理，因为秀才确实没说到底是不是汤的尸体嘛，因为有可能是专杀，但是我觉得起码他拍紧了，他就得是个好人，好吧？我觉得刚有可能是狼熬过了。嗯，那感觉同柱只是点了一下刚子，好像也没说要除他，我觉得可气啊，我觉得，因为就是同柱只是就是听发言嘛，觉得可能刚子和马老师发言有一点点问题，但是可以先放一放嘛，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硬出，反正鹈鹕都走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弃票啊，过了。我觉得可以弃票呀，刁德一发言在我这儿很正，很有逻辑。然后秀才哥，然后刚是保了一手秀才哥，是可以看到这个鸡腿。那、啊、做了好的面，他被抛出来了，他肯定是第一时间报警了。那万一旁边三匹狼给他们刀呢，怎么办呢？都可气呀、啊，可气可气，投票过、没问题呀、啊，秀才。刁德一也去了三个狼，动三刀怎么搞嘞？我看看，同柱有点问题，还剩四个人，谁给我接个炸弹？不是呀，他这个时候秀才没问题的，啊、这个时候秀才确实才有问题，知道吧？秀才确实不知道，就像他跟我没有、给我接个炸弹，你同柱、好个别哦，完了，双杀，双杀，双杀。我放出去了，怎么卡 bug 了？它都亮了。我拍的是甜水七的尸体，然后当时有刁德一、王大谋、朱大强，我们四个人。然后甜水七倒下了的话，我认他应该是恋人啊，恋人。然后他的链子是谁啊？是猴哥吧？是猴哥，对，应该是猴哥在外置位倒牌了。因为甜水七是自动爆开的，然后。我也没有看到就是那种就是隐形狼啊，因为很快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复活，我刚走到上边，然后猴哥就被盗了，亮了、你没点是这么情况。我点了，然后我再说一下上一把，上一把我没必要说那么多。首先，轰轰刚把我吃了，然后刚往上走两步，我就被抛出来了。那我怎么去知道刚子在我肚子里，对吧？第二个逻辑说我是抱的尸体还是汤的尸体？如果我汤的尸体的话，我出来了之后，我一定会说，哎，我说为什么是我抱的尸体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一定是自己拍景的，这个我没必要细说的吧，就是正常听的话应该能听得出来。然后我卡了，我换节点，我换什么节点，大家都卡里面还有狼，再加上有炸弹，我肯定要提前报警，让你们每个人都能锁上话，这是我身为一个好人该办的事儿吧，对吧？那刚子为什么我没有听他说话？因为我刚被轰轰吃了不到两秒钟我就被抛出来了呀，我为什么能听到刚子说话？所以说同珠在我这发言也有问题啊，过。上一把、是因为我确实没太看清楚，然后就是秀才从那个鹈鹕肚子们出来的时候，边上到底都有谁？但是我听了一圈，然后其实大概也能听出来，就是秀才跟刚子不是被吞了吗？然后我也是在边上那个人，但是我不带刀。那王大谋也在边上的话，那我就会觉得王大谋其实是那个带刀的狼，然后不敢承认啊。然后刚才这一把呢，是出生在实验室，我刚说要叫刁德一去对身份就报警了，那谁是从右边往左边过，或者是谁在这游戏呀、啊？现在就是卡，又卡又有话发言。OK， 这一轮发言完之后啊，就清清爽爽了啊。在我视角已经很清晰了。首先，秀才一定为好了，因为他刚才提供了几个重要的信息，是狼人干不出来的。第一，他这一轮报的警，他又报警，对吧？第二，他说了甜水器是爆开的。在他的周围有王大谋，而且我是从那边过来，虽然我已经在他屏幕范围内消息了，对吧？他如果是狼，他可以到大谋，他可以张人，对吧？他什么事都没干，他的做的所有的行为全是为好人的，包括第一轮的报警虽然没讲清楚，对吧？所以秀才铁为好，你们任何人打不动他了，在我视角。第二点，同珠第一轮和我刁德一第一轮再去杀秀才，对吧？这把好人有点难赢，这个太好赢。你秀才觉得同柱有问题，其实在我视角我倒不认为他有问题，因为你这样子做只会把自己打成焦点牌。在第一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包括我刁德一为什么要怀疑你，然后让你们狼有机会顺着来踩我来打我，对吧？不可能的，这逻辑是想不通的。所以在我视角同柱可以放，我不是认他为好，我的逻辑告诉我他可以放，你秀才一定为好。然后大强刚才准备跟我报身份的啊，所以我也认他为半个好。大强也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
他回忆了第一轮是大魔也在，那么也就是说大魔带刀，他一直没有提这个事。你现在要说你是什么警长、正义使者，其实都不太做好，但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啊。但是刚才秀才可能报警比较快，你没有机会刀他。田水七是怎么死的？是悟空被炸死的，他一定是个猎人了啊。所以秀才的分析的没毛病。悟空上一轮的第一轮炸弹是我丢给他的，然后进入游戏，然后进去之后爆开了，我们都听到声音了，对吧？那也就是说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大谋如果放一边的话，你三三、七仔和步步步都是滑水牌，在我视角你们几个都可以出，我看后面归票位啊，我这次提供的信息你们自己抿过。OK， 那这里大魔发言，点出一匹定狼朱大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们在那锅炉房的时候，当时秀才哥被轰吃的时候，我说句哎轰轰，然后这个时候朱大强是从下面上来，直接把那个轰轰刀掉的。我以为他是一个好人，他是个警长或者正义使者，但是他这一波他直接找你报信息张我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是个狼，想玩一手春水倒钩狼。但是我现在要揭破你了，你刀的秀才哥是什么刀？你不是一把好人刀，你是一把狼刀啊！这是我能给的信息啊。当时我是在前面走的时候，因为轰轰和秀才哥都一起并列走在我后面，然后这个时候秀才哥凭空消失了，我想回头躺下鸡腿，然后这个时候一瞬间朱大强上来了，然后把那个轰轰刀掉，然后蹦出来个秀才哥，好像还有个缸子，全票打飞的朱大强啊，是能看到的尸体。那他是什么能看到的？就只有什么角色都有可能看得到。全票打飞朱大强过。我倒是觉得你才像是那个深水倒过来，然后我是这一波我是在坑那边复活的，然后七仔仔他不往上走，他往下走，然后他就一直粘着我，我怀疑七仔仔也是就是有蓝面的，好吧？然后听你们后面过那个归票过。波波发言，刚刚我在饭堂出生，我走出来其实就遇到了猴哥，猴哥是追着同珠跟珊珊想把炸弹给他们，但是可能没追上，然后猴哥炸的一会儿就拍紧了，所以其实秀才哥确实是可以认个好。那现在就是大魔跟大强的局，我听后面归啊过。出王大魔，他上轮知道的信息，他这轮才说是大强，他不是狼，谁是狼？赶紧投王大魔，速速速！大魔，你自爆发言，我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，你居然打，但他发言很奇怪，他逻辑是余额，第一轮是冲突的，余额为什么他第一轮放不下大强啊？因为第一轮秀才哥也没说呀。你说你刀我干啥呀？秀才哥没说，那你是这轮说的呀？你上轮你不说，你这轮手快了。我以为三三是专业杀手，他在那个旁边把那个谁杀了，我就一起双刀，结果是被你吃掉的。哎呦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本来我们这把你看就一个正义使者，我们这把就是我们两个的局，非得刀我一下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把我以为队友双刀了呀，我以为我队友一起跟我双刀，还把我保镖给刀了，说是啊，这不。不发言，我是在实验室那个柜子前面看到的鸡腿，鸡腿是能看到的。然后刚刚因为关了灯，我本来是在柜子那边，然后我就走去上面点了个灯，点完灯下来，我想叫他们过来，然后下来没有看到人，就只有鸡腿了。然后我记得刚刚储物柜前，我是听到了刁德一的声音，还有秀才哥的声音。那秀才哥我是认他个好的，那可以听听刁德一怎么说，因为他也在那里，但我没有看到他的人，视线范围有点小啊。我讨厌这个猎人，最好给我练个狼好。我只能说刚才是因为人太多了，我准备说的时候人太多了，所以我随便报了一个。然后我想想啊，还是别报身份吧，因为王大谋刚才出去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狙击狼到底，但是我肯定认秀才是好人，然后刁德一刚才那个发言也是好人，朱大强也是好人，那剩下的狼不就在步步、三三还有七仔仔里面找了吗？对吧？第一轮刚子和秀才被吞了，然后猴哥和甜水七是链子，然后这么正义的呆呆鸟吗？对吧？那能动刀的是不是只有王大谋、朱大强、三三、七仔仔、步步？现在步步拍紧，两个逻辑要么刀到加拿大鹅，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啊，因为刚子被吞过，所以刚子不是加拿大鹅，所以步步为好人，那剩下的狼就在三三和七仔仔里面找，对不对？哇，
我太强了，过。你我认你发言，但是我不你怎么认下来刁德一是铁好的？刁德一上一轮是篡改发言的，他说铜珠踩了秀才哥和踩了秀才哥，但是铜珠上第一没用了，踩的是刁德一归票，你已经归不了了。刁德一刚才发言说不，我七仔仔第一轮是滑水位，我一个后置位发言，当时我是看到秀才哥被轰轰吃了，前置位把我看到的信息全说了之后，我只是重复了我看到的信息，包括第二轮我没有时间发言，直接就投票王大谋了，我也是给王大谋上了一票，但是刁德一直接打我七仔仔不，我们三个全是三张滑水牌，在我这其实我是不认他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你要我出的话，我觉得七仔仔刁德一双狼，好吧，过了。OK 啊，七仔仔第一轮那个炸弹的时候，我是跟腾走一起的，我们是没有你们那边的视角，所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对，刁德一踩我跟。不是那个三哥还有不我们三条狼是不和你的，好吧，我觉得刁德一的狼面比较大，好吧，然后过。哎呀，我这那你要这么聊的话，在我这通珠和刁德一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通珠给我报了一个身份，然后他给我来个6-12，然后说不对7-12，这一进来这才5-12，哪来的6和7呀、啊、是不是？然后我也说了，第一天的时候铜珠说要强行出一个，我当时觉得没必要，为什么？但是他强行打了个逻辑，说我跟刚子在肚子里，有没有可能刚子也是个狼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这个逻辑就很邪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为好人玩。首先第一天的时候一刀是鹈鹕，然后我们弃票，也就是说好人居多，三狼在场的话你就让他刀，而且还有个炸弹狼，对是不对？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排刀口然后再去排人，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强行排一个，但如果你要是排错一个好人怎么办，对吧？那刚才通珠的意向是想出刚子的，我当时就是不想，我肯定是要弃票的，但是在我这里通珠和刁德一只能出一个 Daniel， 但是那你们看谁像你们排吧，朱大强你归票吧，我都不听刁德一归票了，因为通珠在我这他身为一个好人，他肯定给我报正点信息，他一定能认我为好了，但是他还在浇水，过了。啊，朱大强发言，在我的好人坑位其实就是铜珠、秀才、刁德一，然后步呢能算半个好人，是因为他这把报警了，那这把他不可能刀到加拿大鹅啊。然后铜珠这两把的推测来说，点狼来说也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秀才哥是两轮报警人，刁德一我是跟他单独去报过身份的，那我也没有事儿，而且刚才在关灯的情况下刁德一是没有视角的，然后我们互相找，所以刁德一定是那个好人牌，我觉得不用找呆呆鸟。其实狼就是从33跟七仔在 C 里面出一个，或者是两个人都是狼，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出现在实验室门口，而刚才是有一个炸弹投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把可以先投七仔仔，然后或者听一下刁德一归票。哇，刁德一发言，大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秀才你不用怀疑我了，我从第一轮和第二轮我是一直认通珠为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我观点一样把大魔给投出去了，但是你刚才说了一个信息很重要，他5-12跟6-12这都能报错，进来只死了5个，所以你刚才那个发言我觉得同珠问题很大了，这怎么可能报错呢，对吧？245你按个技能你6-12啊，7-12都搞起来了，但是我觉得求稳啊，秀才我建议你这一轮还是先不要着急，先观察他一下，一定是投七仔和33这里面出一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我这身份一定做好步报的警，而且他在报警之前我没看到他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他说哎，这有个鸡腿，对吧？大强是跟我在一块的，不是一定到不到加拿大鹅，因为我是加拿大鹅，知道吧？而且他是报警人，而且报警前他说的话，所以大强为好，秀才为好，步为好，同珠为半个好，但是要解释一下刚才那个5-12的问题，那么剩下的肯定是在33和7仔里面出，这个逻辑是通的吧，对吧？所以在我这归票是七仔啊，这个杀你没说法的啊，你变不了的，过。刁德一什么意思啊？你那个不是啊？他们好梦呀，不是啊？我的天！谁的炸弹？哦，他是炸弹。不炸了，能炸了？秀才炸了，他谁呀？红柱啊！啊！开过炸了没有开过，没有开过。那开吧，那开饭吧。我是跟踪者，抓枪。
哦，你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开的饭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等了。这个定狼应该就剩下三三了，然后同珠刚才也跟我报过身份了，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之前是想保护自己的身份吧，但是因为他的分析是很对的，所以我认同珠这个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把应该出三三了啊，应该出三三，因为这秀才哥应该是炸死了啊。好，我一把呆呆鸟没拿过呀，给我拿一把。不发言，我刚刚是本来看到同珠路过，我去那个实验室看了一下没人，我就赶往饭堂了，然后就开饭了。但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刚刚实验室那里我不是点了灯吗？那大强跟刁德一既然在一起的话，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点灯过来呀？就是好像狼是看不到点灯的。同珠的分析，这些电竞挖掘机视角的分析，昨天一天没拿过，今天也没拿。不知道，我听说今天应该能拿一把吧。那就对了嘛。不是我刚的发言刁德一，不等一下等一下能认为。等一下等一下打断一下，是我发言。哦对，应该是刁德一发言。哦搞错了搞错了。哦、不好意思，看到接麦了，我没反应过来。好，这样我补充一下啊，我来发言一下。大强是铁认我的，知道吧，大强是绝对不会投，我也不可能投大强。大强在我这是铁好，然后步步大概率是好啊，这个大强我跟你想法应该是一样的。然后至于你刚才说的什么点灯那个，我估计你游戏规则搞错了还是怎么样啊？但是你现在打啊，你作为好人，你肯定是打三三的。三三这把杀你啊，其实在我视角，要么杀同珠，要么杀三三，因为同珠刚才说的那个5-3和6-12，他必须要解释清楚。你刚才大强已经帮他解释了，我希望他再说一遍，因为我没听到。所以在我的视角，同珠如果解释的是合理的，我直接挂票三三。因为在我的视角已经没有狼坑位了，我是一定投你三三的，对吧？你从头到尾在我跟我在一块没有信息，你只有是狼，啊，过。哦，不发过言了，那我就说一下吧。我是跟踪者，因为我上一把是这样的，当时秀才叫我报身份，我现在直接说了吧，因为现在就我跟三三两个，掉的一只，那直接挂三三嘛。我是这样的，我刚才把我的技能用在了步步的头上，然后就看到我的箭头一直在上面转，然后步步在我视角是铁好人，所以说朱大强说那我们拍紧吧，我说可以拍，因为我看到步步还活着，但我不知道炸死的是谁，拍进来我才知道是秀才哥。我说的很明白，我第一轮的时候秀才本来要我拍身份，但是那个实验室左边人太多了，现在虽然是随机，但也不知道狙击狼在不在，所以我随便报了一个，我看到还有五个人我就说7-12，结果又来了一个人我就说6-12，就这个无所谓嘛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但是我的逻辑一定是好人，就像我为什么保下步步，然后为什么打那个王大谋，然后包括七仔男跟三三嘛，那不就只剩三三，要投三三啊，熬过了。这你能认他是个跟踪者？我是网红啊！我跟你说，场上有没有网红？你们看到信息了吗？我就问一个，你们看到网红死的信息了吗？我是网红啊！朱大强他一个好人，他可以不报身份，他认秀才哥是一个好身份的情况下，我作为一个好人，我会给一个好人报一个假身份，让他然后让他来怀疑我吗？对不对？我就这一个逻辑，你可以选择不报身份，你怕刺客狼也好，你怕什么别人猜你也好，你没必要报身份呀。但是你给一个好人说一个假身份，这你能认吗？我是认不了的。包括我第一轮我们是在一块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第一个喊出来秀才哥被轰轰杀掉的人，吃掉的人。然后第二轮哥们直接没发言，第三轮就这一轮，反正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后置位发言的人，然后那个时间到我这就没几句，到我这没几句，导致我没有任何时间能发言。包括我这三轮我是外置位吗？我不是吧，我每一轮我都是和人在一起的，包括这一轮复活上来我和马老师在一起，然后马老师身上有个炸弹，我说我先溜，然后马老师往左走，他直接应该是秀才哥在他旁边，他直接炸了，我就去找马老师，马老师说反正炸谁都一样，然后秀才哥死了，你们拉林进来，就结果到我这儿就非要把我这张牌一直发言很少的牌打出去，说实话我真接受不了，好吧，我就是一个网红，好吧，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报过身份，因为也没有遇到任何人，也没有时间让我报身份，我就说那么多，我肯定是要出打同珠的，同珠还第二轮还打了刚子和马老师，你们也不了，你知道吧，就直接把我一张这种就是看似说话说的很少的牌打出去，我是不接受这个狼坑，在我视角里同珠就是最后一个狼了，好吧，我同同珠了啊，过了。No, no, no. 我挂票同珠了啊。
完了啊，同志有问题，对，那帮不了你了呀。哎，你哇哇，酒在今天，都是你的好友。我自己特别故意的，不是，没办法，不是不是，他因为他穿了刁德一的身份，对，我准备穿了啊，你是跟踪者，我随便穿的，没的身份的，炸糊了，没的身份，全随机呀、啊，我没给那个，我肯定是投你，我给秀才乱报的，我给秀才乱报的，对我关键是刁德一把我炸死了，要不然我肯定让那个人去刀了你了，旁边没狼，那发言太邪门。哟，猴哥，嗯 ，Hello， 你为什么不开麦 ？Hello， 喂，听不见吗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，猴哥？我在钓鱼啊。听见了。你为什么在这里钓鱼？那我先走了，猴哥。啊，拜拜。为什么钓不上来啊？那个你得点那、这个，他那个水漂一漂上来，你就得点他一下。啊，钓了一个鞋。哎，掉了一个鞋，来了，大强来了，他来了，在右边，在右边来了，在右边来了，哟，大强和猴哥。啊啦啦哩啦啦。全票打飞王大谋。是这样的啊，一开始我出生在乌洞，旁边有朱大强，朱大强上去了啊，我在那钓鱼呢，我在钓鱼，我是真的在做钓鱼的任务啊。然后朱大强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钓，我钓了一双鞋啊。完事我又去实验室，去实验室的位置的时候呢，我又去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插那个实验体的任务。此时任务响了啊，就是紧急任务响了。王大谋从锅炉房左边啊，这个到了这个实验室的位置啊，然后给我来了一句“猴哥”。完事我就在唱歌，一边唱歌一边往右边走。走到乌洞位置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鸡腿，红红的鸡腿，全票打飞王大谋，人铁是他刀的。我直接报我是加拿大鹅，我就赌没有刺客，我直接报我是加拿大鹅。你要敢说我刀落了加拿大鹅 ，no， 不可能。过。甜水期发言，反正刚刚在实验室那边的时候，悟空哥跟大强确实是最后才来的，大谋我不是很知道。那如果大强跟猴哥两个都是从乌洞那边过来的话，就两种可能嘛，一种他们两个双了，然后外面倒了两张牌，因为步步之前也是在我们的一个人群中，然后开了喂食之后，我们下去之后步步没跟过来，然后死掉的。而且那个喂食任务，如果大谋不在我们人群中的话，那可能是那个大谋开的。但是悟空跟大强两个是最晚来的。如果是，那个喂食任务，我感觉像是猴哥跟大强做的。我在天天龟配娃过了。我本来以为铁是猴哥倒到加拿大鹅了，但是，因为一开始猴哥是从右边来的，而且来得很晚，我以为是他做的那个，书房的那个投食任务。但是后来他又把朱大强说出来了，如果他刀加拿大鹅借不卖对油吗？所以说你们可以听一下大强的发言，如果觉得大强是好人，那猴哥就得是好人，而且他报了他首字位报的加拿大鹅的身份，就只能说是他刀到红红加拿大鹅了，所以他这么跳，对不对？但是刚才我们做投食任务的时候，好像王大谋确实不在哈。我过了，我听朱大强发言过了。
No no no， 大谋你别怕好吧，我跳起来打这个孙悟空的头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轰轰走之前跟我说了他是加拿大鹅，就在那个实验室上面那个门口的时候，当时马老师好像路过过，然后轰轰跟我说，他说我要去找一个人，然后我准备想跟他一个，他说你不用来，他说我自己走，然后就去了，然后就去找谁了，就肯定是在我视角里就去找你是呆呆鸟，100%到加拿大鹅了，你还是加拿大鹅，你加不了一点好吧。我跟你说大谋一定是被冤枉的，因为轰轰一上来我就碰到他了，他一个人搁那走，我还问他，我说你干嘛一个人走，他说我要去找一个人。我跟你说在我视角里孙悟空铁狼啊，出孙悟空过。 OK， 还有个心想，如果珊珊这么聊的话，那轰轰是加拿大走的，那孙悟空肯定是张鹈鹕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不不第一那个来实验室旁边的时候就去跟王大谋盘身份了，那不不不死了，那王大毛你怎么狡辩呢？那在我这儿，那悟空哥肯定是一张鹈鹕牌，吃到加拿大了，然后王大毛是张定狼牌。我不相信，反正我出王大毛，因为他把波波波杀了过。那就两个选择嘛，一个孙悟空鹈鹕，一个狼人那个王大毛，那雕的一归票呗，对吧？哦，还有刚子，刚子也可以归嘛？这个刁德一，你做结论是吧？然后刚子归个票过了。我觉得就两种可能嘛，就要不然就是猴哥没撒谎，对吧？然后那就是王大谋是狼。那如果说猴哥是撒谎了，轰轰确实是那加拿大鹅的话，那，我觉得我会偏向前者一些，因为我觉得这把猴哥的这个起跳来说是情绪很好的，然后我确实是跟他在雾洞这边，他是在做那个钓鱼任务，我当时有点害怕，我怕他在钓我呀，你不懂吧，我就跑了，所以这把我还是先听归票好吧。过雕的一发言，三个点把你悟空投出去，第一上来你悟空就落难不在在实验室，好，第二珊珊没发言之前我听你发言，我就觉得你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轰轰秀才，大强，还有这个，我，还有同珠，我们在那个隧道的时候，大魔是不在的。你这时候能打到大魔身上，你看是你找到的鸡腿。然后刚刚你也说了，你来的隧道，你后面来的，是你刀的轰轰，然后报的警。你为什么敢第一个直接跳加拿大，就是因为你自动报警的，就像刚才同柱已经说过了。但是啊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太敢投你，珊珊一那个发言我就肯定投你了，对吧？跟我推算的结论是一样的嘛，还有看到的逻辑全是通的啊，你一定是到了加拿大鹅了。然后呢你打了一手大谋，大谋肯定跟你不共边，但是七仔又说大谋为鹈鹕，狼你为鹈鹕吃到的，所以大魔我还真的要防一手啊，但这一轮一定是出你悟空的，你说的是逻辑有问题的，过。我见都没见过你猴哥，你猴哥能脏到我身上，还有这个七仔仔，当时我跟步步对完身份由步步往上走的，七仔仔什么？七仔仔就另外一批那个鹈鹕，薄分之一薄，他想把鹈鹕脏给我，过，出猴哥，出猴哥过。这倒是有，对你七仔怎么会打到大魔呢？三三是呆呆鸟，有点问题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太难了，我的猴哥，我开局没审题，我没看到谁身上有这个箭头，太难了。我以为你是我要保护的对象，我去找你了，猴哥。然后我跟他们说，你们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去找猴哥。哦、表示个敬意吧，害人精啊，真的真的害人精啊，害人，表示个敬意吧，我把猴哥害死了，不是我加拿大我单走没问题啊，啊你复仇者、对我复仇者，我看下面动刀了，我马上就动了个刀，然后刀都是你，谁动我刀的呀、我肉汁能被刀的呀、我上台就拍到身上，我肉汁大魔威龙，哎，谁是加拿大？我呀，没办法，你没在场。大魔骗我，他是加拿大。你轰轰是加拿大吗？我是加拿大，马老师。朱大乔是吧？哎，那轰轰为什么跟他报加拿大呀？哦，我他是鹈鹕啊，我先走了。我说我把狼报了，狼把我又跟踪着，我没报，你给他放出来。我没报，没报，我说我。
哦，哇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了，确实有点可怕。朱大强在跟踪我，是我在跟踪你。我跟他说了句，我单手去了，你别跟我来，我躲在里边了。当时发生了什么很难解释。为啥要躲的？你为啥要跑啊？你为啥突然要跑啊？宠竹，我还以为马老师让你吃了，没有。然后我就不是他，不是你为啥要你为啥突然要跑啊，宠竹？啊？你为啥突然要跑啊？因为我们就剩朱大强还有你了，然后人其他人全不见了，然后我就跑了。然后你又追我，啊、你越追我，我越跑。下面不是有刁德一吗？他们确实，刁德一他们仨都死完了。刁德一走了，刁德一在下面护刀了，坏了。对，他们三个好人跳起来了。老不富 ，OK， 高不富，高不富。为什么老是这些送牌呢？我就不理解。我跟着。快喊入。Hello。你是在做任务吗？朱大谋。嗯，在做任务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在点灯。我认你铁好，走，报送。哎，那在这儿吧。猴哥大。啊，在这儿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哎，好。你直接一边走一边说，我拼姻缘，我网红。哦，那你那这等行，知道了。哎，我哥大强，小铁，你们在这说哎呀，好好瞬移了。哎，大强，哎，我们大强有没有说法？哎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来逮你，王大谋，又是狼，三年狼。哥们两把没说话，轰轰仔发言，全票打飞王大谋。鸡腿在哪儿？鸡腿在实验室里面。我后面跟了谁？跟了七仔仔还有刁德一，进来就是逮捕你，超级侦探，认真办案，全票打飞王大谋过。刁德一发言啊，我跟轰轰还有那个谁在一块啊，不管了啊，肯定是出你大谋的。你看到我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鬼死一样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逮到你了啊，过。哈哈哈！这能把我出出去，全都是余额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是在地牢，我是在储物室跟秀才哥对完身份以后，然后在那里遇到的铜珠和布吧，他俩对身份，布肉汁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往上走，走到地牢上面的时候，轰轰在地牢门口，然后一瞬间瞬移了一下，然后我往上走，走到实验室那里，实验室第一个那个尖尖角那里站了一个尸体，躺着一个刚死的尸体，能看到的。我直接报我身份吧，无所谓，我加拿大鹅，我就要把轰轰给怼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好像是就从下面上来，上面下来的。那他刚开始看到尸体，为什么不报警呢？全票打飞轰轰啊！我加拿大鹅，不行，王大谋，你如果说是你要怼轰轰，那你必须得为报警位，对不对？那他为报警位，你一下怼俩，那我觉得你有点怼不动。我当时啊，我跟朱大强和田水七，我们在那个锅炉房的上面啊，我跟朱大强对完身份了啊，然后这个田水七过来的时候呢，就拍景了啊，就这么多，我要打飞王大谋，过。不发言，我跟同桌在对身份的时候，王大谋在我们身边走过不久之后就报警了。那轰轰是报警位的话，我不排除他们会不会有自刀自爆啊，因为我大谋离开我跟同桌的视野其实很短时间，大概只有五秒左右啊，对吧？我这把跟同桌在一起，我可以铁保同桌，我听一下同桌怎么说啊。过。潜水期发言，开渠跟那个秀才哥还有大谋哥一起，然后秀才哥跟大谋两个去堆身份，然后让我溜，然后我就溜了，就来了你们这边了，然后最后就跟猴哥还有大强在一块待着，然后我听一下后置位怎么去归吧。我现在还是觉得大谋可能像那个狼，过了。我先说啊，布布是肉汁，他那个不可能被拘的，然后轰轰是鹅，他也不可能被拘，这两个人在我视野里是身份最硬的，好吧？因为我跟布布单独待，他也没砍我。然后王大谋是从我想想从实验室下面那条走廊然后过来储物柜，看到了我和布布，然后他逗留了一会儿上去，可能才三四秒都不到，然后就拍警了。
这个尸体如果在地牢，我接受是王大谋刀的，如果在实验室真不太像，好吧，在实验室的话真不太像。嗯，那我其他就不知道了。猴哥、田水七和朱大强在一块儿，他们三个里面，那听朱大强归票吧，因为他们如果三郎就去开刀去了，对吧？熬过了。我觉得这一轮你要是热烘烘的好的话，那肯定出大谋啊。大谋什么发言？大谋说我是加拿大哥，就是他。然后他那就是田水七套的。马老师双狼，对不对？那王大谋就应该是不是吗？王大谋刀，然后就硬张你一手王大谋吗？在我视角里，你就这一个逻辑就很奇怪啊。包括轰轰和马老师他们都是看到的，对吧？那在我视角里面，大谋是狼面很大的呀。我是从那个坑那个地方复活往上走，走到那个地牢门口的时候，我看到马老师当时很卡，马老师从那个隧道左边瞬移然后往上走，我就跟着往上走，然后就拍紧了。那在我视角里面，我要是马老师要是狼，看看朱大强能听明白不吧，我已经懂他要能听明白的话，我们就归潜水期认轰轰的。你要认轰轰你也得认马老师啊，对不对？那在我视角里这一轮肯定出他王大某的啊。过了，应该很多人知道我身份啊，我这么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首先，王大谋开始的时候是我，然后田水七，我们仨一起复活。然后王大谋跟我说：“他说我是加拿大鹅，秀才哥，我就跟你所接一个，我走了。”我说：“行，你去吧。”然后他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我来到了这个上边的这个哪儿啊？这个奇珍异品收藏室。然后到了地牢，然后看到你们有很多人。然后看到有很多人了之后，我就往奇珍异品室这个地方走，然后突然你丢的一就跟那个轰轰冲出来，然后上上边突然报了个警，然后踩王大谋。那王大谋是加拿大鹅呀，那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 你们要出他吗？那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第一个给我报加拿大鹅的呀，那就是你，是吧？而且他是站在基础上的嘛，而且还有一点真的好卡，哎，我看你们全都在瞬移呀，那就是你俩。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因为我这一串发言听下来是这样啊，猴哥，你想想刚才咱那个场景，咱在锅炉房门口那个祭酒酒的时候，咱俩都对半天了，田水七是后来的，那如果说是信轰轰跟刁德一的话，王大谋跟秀才他俩应该是双狼，但如果信王大谋的话，那就应该是轰轰刁德一跟田水七三狼吧，应该是在守尸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把我又听秀才又报的这么就是铁定，所以那我真的只能投你这个报警位轰轰了，好吧，我赌一把，我就赌这一把，因为我觉得我逻辑应该没错，我投轰轰。轰轰仔，你怎么能打到我身上啊？七仔为什么死了呀？七仔为什么？鬼仔的身份刁德一。全都像了。七仔什么身份？他什么那个人？那个人有点像甜水七。是尸体在实验。那个人有点像甜水七刀的。秀才哥，那人他是秀才点王大谋加拿大鹅，应该有个。哎，秀才，你的认他？哎，那个人好像是甜水七刀的，我感觉。你认大谋为加拿大？他上来就跟我说他是加拿大。对，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全部瞬移了一下。啊，看到了，完了。秀才哥冲过来把铜珠刀了，什么意思？还说你躲什么躲？铜珠跟我跳的身份是他是警长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没看明白，难道铜珠也爆了？他的警长跟秀才哥撞了？我不信啊！铜珠站在我后面，你为什么要冲过来刀他？有点奇怪，秀才哥，我……我不在现场啊，然后我不知道秀才为什么刀了铜珠，但是大强你上瘾的也太离谱了，我直接过去，我跟你们在那边待的是有一段时间的了。就是你不能把我跟轰轰站在一对的标狼大的，而且那个轰轰感觉就像是被冲出去的呀。我觉得大强这边也有问题，但是要先听一下秀才为什么去刀铜珠。反正我这一票，我先暂定一个大强，我过了。我也觉得有点，我觉得离谱的地方是啥？朱大强，你要觉得轰轰是狼，你得把铜珠、刁德一都打到狼坑里面，对不对？轰轰是报警位，马老师是认了他的牌，铜珠报了轰轰是张鹅牌，那你要硬出轰轰，你这那其他两个都得是狼。然后这一轮说不发言是秀才哥刀了铜珠，那在我视角里，你上一轮出最稳的都该出这张大谋，大谋他。
他那个发言他是加拿大鹅，他还踩红红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觉得最离谱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那红红自招自爆啊，然后还报一个自己上鹅牌，所以在我视角里，现在大谋、秀才哥、大强都不是什么好身份，好吧？我而且大谋这一轮又上票了，我认马老师是好的，因为我上一轮我是铁认这个红红和马老师是好的，然后同珠又帮我验证认证了，就红红是张鹅牌，所以我现在能认的只有马老师这张牌，所以我觉得马老师你可以从大谋、秀才哥还有大强里面出一个。好吧，过了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首先开局的时候我是认王大谋为加拿大鹅的，然后为什么？因为他开始的时候说我自己单走了，那你说他自己单走，如果他报警了之后他叨叨其他加拿大鹅，而且时间很短的情况下，肯定一踩的他就铁狼了。但是你说他站在尸体上，那他会不会是刚走到尸体上，然后你们正好让轰轰和刁德一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是有的，而且他也发言了，他说他自己是加拿大鹅，对吧？而且还踩刁德一和轰轰全都是狼，所以说在我这王大谋就属于是我被冤枉了，那你们踩我的人一定全都为狼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出于好人的发言，对吧？如果他要是狼人的话，他一定会只认一个人然后去死踩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是觉得你们没有一个好人，没有一个人好人。所以说到我这发言的时候，我觉得王大谋的发言还不错。结果同珠呢这把上来他报了个警长，那不好意思，他跟我的身份撞了。那而且他还什么，他跟步步一直走到了旁边的实验室，在那里站着，你知道吗？那步步我能认个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刀完了同珠的时候，步步没动手，没对我动手，对不对？那你同珠是什么牌，对吧？那不好意思，他走到最右边的时候，我说你跑跑是没有用的，我直接上去就给同珠一刀，对吧？我是警长啊，啊，我过了。啊，这波秀才开枪的这个行为让我有点质疑刚才我的那个逻辑了。那我还是说甜水七这张牌我肯定是保不下的，是因为我确实是甜水七是很后面才过来的一张牌。那我的视角上来说，就是会觉得是轰轰刁德一，然后和就是三个人在守一个师。但是这么着看来的话，我有点质疑，那我可能会投王大谋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秀才跟王大谋两个双狼的可能几率那就太大了。我听一下猴哥最后归票吧，好吧，因为我认同猴哥是最后的铁好。我刁德一发言，我接下来发言好人请好好听一下啊，你看看你们如果投错了你们问题在哪儿啊。大谋，我和轰轰还有个谁过去看到个鸡腿，然后大谋看到我们了，然后呢大谋说怎么了怎么了，然后他们先有个鸡腿，然后轰轰看到立马报警，因为轰轰不按我就要按了，就在我前面一步，轰轰进来说点杀王大谋，是吧？然后我肯定杀王大谋啊，王大谋发言到王大谋发言什么？哎，都投我的都是玉儿，我是加拿大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轰轰为狼，他看到大谋，那个前面有个鸡腿，他是一个狼人，你说他自刀自爆在演，好，那我也认嘛。你说轰轰自刀自爆在演，他不刀人，他就是狼，他看到了他也不刀。那大谋什么发言？如果大谋为真加拿大，他不应该说轰轰刁德一你们看到个鸡腿，但那个不是我刀的，我刚过来，对吧？我是加拿大怎么怎么样，他是什么发言？投我都是玉儿啊，还要说一句说怎么了怎么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加拿大鹅在玩吗？所以说听到现在为止只有珊珊一个人发言是 OK 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们把轰轰投出去了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算轰轰他是狼眼的你都不能投他，对吧？好，然后你秀才你说大谋为加拿大，哎，他上来说我加拿大，然后你就认啊？你是这么就是你就这么认大谋啊？你要么是狼，你不可能这么迂啊？那我现在跟你说我是加拿大，你认还是不认呢？你认他理由没有啊？上来一个人跟你说我是加拿大你就信了，所以不可能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刚才面刀说同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认的，但是你说你认大谋为加拿大，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啊？所以这把我还是投大谋过。No, 这把出秀才哥，为什么？秀才哥和甜水七应该是双狼，然后当时有点那个紧张应该是，然后我就把那个轰轰和刁德一列为双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人当时都在他的面前。我说了句什么意思？这轮应该出秀才哥，甜水七应该是那个刺客狼。我挂的是秀才哥。出完秀才出甜水七双狼。我不亏，我走了。警长让我刀了，不是这大谋是真加拿大、啊、他看
看到鸡腿他怎么了怎么了，上轮轰轰跪错了，还这种、啊、你们三个都是好人，主要是上一轮你们三个都是好人，潜水期跟秀才刀完人、啊、然后你们正好过去了，潜水期我拉铃把你除了，潜水期怎么说，猴哥怎么说，我已经 CPU 上了，哎呀潜水期你不会是鹈鹕吧朱大强啊，顶我干什么呢，上一轮能出道轰轰是最抽象的，我以为轰我是以为轰轰刁德一跟潜水期他们三郎啊、现在在我这里啊，甜水期一定是定狼，轰轰应该是出错了，那么轰轰跟刁德一他俩就是好人，王大某也是好人，当时的情况你们应该是这样的，我跟朱大强在右边对身份的时候呢，朱大强那个甜水期是后过来的，他过来的很晚，然后你们直接摇的铃，我估计就是要么是甜水期要么是秀才，他俩杀完人以后一个去下一个去上，王大谋正好走到实验室，然后让你轰轰刁的一撞上了，对不对，然后你们开始打起来了，应该是这么个情况你知道吧，但是这个我摇铃我肯定是要出定狼，我不知道这边这把有没有鹈鹕，所以我百分之百要出甜水期这一把好吧，那我看啊，秀才是刺客狼，潜水期是狼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还有一个狼，那狼是那要么剩下就是朱大强，因为朱大强上一轮他还要出王大谋，那就不对劲，他第一轮他出错一个人，第二轮他又出错一个人，先把潜水期出了好吧，过不发言，这听下来我是任猴哥的发言的，那我可以跟票甜水期，那我就是我是肉汁这个事情大家应该是认的，那我希望等一下进去的话如果还要继续，刁德一可以跟我报一手身份，他刚刚追着我落单了，有点像要倒我的样子，然后他还上轮也还是死踩了大谋是我这边认的好人牌啊，我可以跟肉汁啊殡仪员吗，弃票吧，好吧，中立也弃个票，不然好人必赢，过了。先出甜水期啊，我觉得要是游戏没结束，大强和猴哥里面可能还要开一个啊。我是虽然猴哥你是报警位，我不是菜鸟，我是觉得因为我不知道你俩我没听到他们发言，我是一直没有人摇铃啊，有人摇铃我归个票可以，我要归我就归他，放不了一张牌，就是归完他剩个甜水期，那就是七仔的是狼，轰轰身上，所以这轮先出甜水期，然后游戏没结束，就是大强和猴哥了。这七仔的怎么死啊？不对，七仔的是被崩死的，这个被崩死，这个是。我承认我这把淤了，逻辑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混乱，但是我确实是那个好人，我非常认可猴哥这波的推理，所以我会投甜水期，但是我还是重申我跟猴哥你报的身份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就是那个身份 好吧，我投甜水期。刁德一发言，不，你的发言很奇怪啊！到现在为止，你们发现珊珊一直在认我吧？是警长，我跟轰轰两个人看到大谋站在机体上，然后他来一句怎么了怎么了，然后轰轰报的警，这不打大谋啊！居然有人认大谋啊！秀才去认他，他是狼哎！他是好人。然后秀才到的人，你报的警，你跟秀才铁定不共编，你居然还能认大谋啊？你说你上来认大谋为好，我打他说我有问题啊？你认他这个认的说法在哪儿？他上把被狙了，那才能就说啊，我说哎，大魔你还真加拿大，我只能说大魔玩的太淤了吧，这把发言对吧？所以你不的发言很奇怪，在我这，你再怎么打，你应该是打甜水期或者刚才那个问题很大的大强，对吧？你都不可能打到我刁的，当然我知道你没打，我只是觉得你发言很奇怪啊。只有珊珊发言是正的，然后悟空刚发言也很 OK， 对吧？他抿的也是对的，所以在我这也潜水期自爆嘛，把他投出去之后，那肯定不结束就是你大强了嘛，对吧？因为你刚才第一轮你是杀的轰轰，你这一轮杀轰轰，第一轮杀轰轰，我就觉得是不能接受的。是不两狼加一鹈鹕、啊？因为无论是从我们在场人的看到的现场，那就没法玩了。还是大魔的发言，都不可能认他为加拿大。但是结果他真就是加拿大。这个是个工程师吧？但是你们第一轮和第二轮认大魔为加拿大的，我一律是搞不能接受的啊！过，投甜水期。投不出去了，兄弟们，两狼一鹈鹕，三三甜水期，刁德一，鸡坏了，加油，刁德一，你这还能踩到我的猴哥，你这还能踩到我啊？
坏了坏了，你这还能踩到我，坏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着你刁德一。我觉得你很奇怪。我不出去，谁来我就秦王要柱。哎呀，谁关的灯啊？哎呀，怎么会有狼关灯啊？哎呀，坏了，没想到是你刁德一。你什么身份？没想到是你。你猜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猜，你猜一下，你猜一下。我是一个，我是一个我本身的职业。什么职业？你猜什么职业？猜一下，刁德一，猜一下。嗯，猜不出来。我给你提个醒，我们是主播。哦，网红。斗鱼主播，网红猴。OK，OK。他们让我来首歌，这把你没有作用了。他们让我给你来首歌。OK。来首什么歌呢？我就在这。来首什么歌呢？来首《霍元甲》。OK， 霍元甲，霍是吧 ？Yes， 霍元甲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被踢出去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啊！霍元甲就在今天，这个铃铛响的还有嘉宾了吧？还有嘉宾，这个铃铛响了又是那边没伴奏，为什么没伴奏？这把，哎，大毛，你为什么看到鸡腿就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在等你刀，我打你啊！啊！我以为你们俩双狼，我等你刀，我报警，自动报警。哦，他想骗我，去才哥能把你们踩出去。主要是当时双狼哦。对，那你不解释一下好卡？你也不跟轰轰解释一下吗？对，就你拍进来了，轰轰拍进就进来，你不跟他解释一下？说我为什么拍太快了已经？嗯 ，OK。哦、OK， 对，我说了一句什么意思？躲哪了？找了一圈，找不到。你可以躲在传送门了。我聊聊的，大毛。哎，